一只小金鹅的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这个洗衣机泡腾片。哇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然后人家买的这个真假啊，我也不说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用户说是用泡腾片泡过，前几天才泡过的啊。看一下这个垃圾袋这个地方这么脏，看到没有？外这个内桶外壁看到没有？还有这个外桶，啊，我们等一下洗干净，用这个高压水枪给它冲洗一下。用那个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洗车机的这个压力啊，你看一下啊，我现在是上液状的啊，上液状的。看一下啊，如果说我把水压集中的话，这个水压会更大。现在是上液状的，看到没有？上液状的，用洗车机洗洗衣机的话就很快。然后等一下我们洗干净啊，再给大家拍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底盘啊，底盘给它冲一下啊，上液状的，看一下多久能够把这个底盘给冲干净啊，看一下啊。看一下这一个面啊，这一个面一下就冲干净了啊。然后等一下换一个面，然后再冲。剩下的就是有一些有瑕疵的地方没冲到的啊，然后再给它冲一遍就可以了。洗车机就很快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全部都洗干净了，现在准备给它装上。看一下这个外桶，外桶也洗干净了啊，装上然后再试机。好，洗衣机小天鹅的啊，这款洗衣机洗好了，试机正常，脱水正常，啊，可以了啊，好看。